三宝的信心，然后又把它转化出去，啊，又把它转化，就像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个杀人犯，一个魔鬼，南无让他转化，让他生命转化，叫嗡，这个嗡就把不清净转为清净，骂你被灭哄，转为一种大悲心、大智慧圆满的状态。啊，嗡嘛呢呗咪吽，把一个五毒乃至一个十恶不赦的转化为圆满清净莲花上的如意宝，就像阿弥陀佛转化九品众生都可以转化，只要你信，他不要你修，信跟愿，他转化你到西方极乐世界，跟阿弥陀佛清净平等一样。所以大乘佛教的特点在于如此啊，因为万法皆空，没有不能转化的啊，最坏的嗔心，最坏的杀业，观业性本空，罪性本空，都可以转化的，那叫透过佛菩萨的转化，就算在黑暗几万年的黑暗，你永远消除不了这个黑暗，但是佛光一亮，黑暗就自然不见了。所以各位只要一直时时刻刻不要灰心，不要失望，不要对立，不要批评，因为任何的境界，包括生老病死，都可以拿来转化，啊！所以我们修行人，现在各位啊，准备往生呢，可不可以转为净土啊？可以把娑婆马上转化掉，啊！所以我想，重点在你有这个信心，有这个愿力啊，来念佛、诵经、持咒。那所以我想，仪轨百百万种，经典百百万种，那目的呢？看你个人因缘，只要一集一切入，你就得到转化。南无大悲观音菩萨，这是对外祈请观音菩萨，更把自己转化为观世音菩萨啊！所以当然，透过名号，透过经典的思想改变，透过咒语的转化都可以啊。那各位要时时刻刻保持如此，但是境界随时都在来，很无理取闹的境界时时在来。啊！但是你不要被这些境界转化了，啊！一个医生说要帮你打止痛剂，哪里打错了，让你全身燃烧而死，啊！那你要转化哦，这是我的业，那我可以转化它，啊！因为越痛苦，你才会越念佛，了解吗？啊！所以呢，越刺激，你才会越有正念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一切都是幻化的，也一切有它的因缘的，所以我想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呢，就像在一个非常痛苦危险恐怖的地方颠倒梦想啊，但是你时时刻刻转化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啊，你用智慧观照，你用佛号加持，你用慈悲摄受都可以了啊，去转化一切，不但转化自己，也转化了众生，就像外面哦纷纷扰扰，交通啊，市场 shopping 唱歌跳舞，然后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你看到这个就转化了。所以一个寺庙的清净庄严啊，透过这些境界，你去转化你的心啊，你就忘掉你的烦恼，因为烦恼从这个门跟那个门，不过只是一个刹那一个感受而已。刚刚你被打了，一进来消业障了，这样而已啊！因为它只是一个感觉而已，但是你不要执着有一个我在被打，有一个他在被打我，有一个痛，这样而已啊！因为一切都可以改变，所以希望各位抓这个原则。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，很多仪轨我们不会，很多经典太深看不懂啊，很多咒语太长不会念，但是你有心态就好了，啊，哪怕一句阿弥陀佛，哪怕一句Om Mani Padme Hum都可以。那你知道这个都是在转化自己，透过转化自己可以转化别人，透过转化自己可以转化别人，这很简单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先转化你，然后再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也转化对方，啊！所以我想，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佛性相信，然后让佛菩萨的力量透过我们的佛性就转化对方了。所以不要放弃对方，不要抱怨对方，不要跟对方对立，也不需要畏惧啊，因为一切在内心里面完成啊。
透过内心广修功德，广积资粮，广结善缘。所以你现在如果不去斯里兰卡做做功德，你如果到非洲跟他们众生结结缘，那你将来怎么广度众生呢？所以趁着现在各位有机会，特别在新加坡及国际都市，你可以跟任何一个地方趁，特别是趁他们有苦难的地方跟他们结缘啊，没饭的赶快给他饭，缺钱的给他钱，要衣服的给他衣服，对对错错先不要管，结缘啊，就像我们在监狱以前都一直煮素食给他们吃，过节过日就进去给他们办浴佛节啊，报关斋戒啊，送东西啊，只是监狱还要检查一下这样啊，打佛七啊，我以前打佛七都在监狱里面打了，多好，通通是光头，只有男人啊，所以那大家很认真啊，但是这样他们就觉得，哎呀，师父什么时候再来？因为他说他在念佛就忘了自己在监狱啊，因为大家很努力嘛。啊，在念佛的时候，他找到哦，原来我可以成佛呢。所以后来他们报名呐、啊，典狱长哥说，哦，报名越来越多啊，而且他们认为是好事，因为参加成绩好才可以让你参加哦。啊，你在受刑时间表现好，再让你参加，多参加几次就提早假释。啊，因为他们已经找到那种快乐，快乐不见得有女人啊、吃啊、喝啊、赌博啊、毒啊，快乐来自于控制你的心，快乐来自于跟阿弥陀佛连在一起，啊！而且他们生命越苦，越相信极乐世界，因为他们的环境不好，他之所以会变成一个流氓也好、造坏的，因为他的环境不好，啊！那所以，那现在有一个圆满的环境，让他们相信了，啊！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，然后我们时时刻刻关心啊，特别是对方需要帮忙，我们就赶快出现，这个叫普门示现。然后呢，借这个机会，所以刚刚在观修过程有一个，你要肉我给你肉，你要皮我给你皮，你要财产我给你财产，啊，明明对方无理一样，但是我借这个假的跟你结缘，让你开发佛性嘛，啊，所以我想就像他们。这些安妮他们都很小就出家了，十一岁还没满十岁，所以他们一辈子就很单纯了，啊，所以单纯的外表、单纯的声音、单纯的心，现在可伟大了，哦，一两千人乖乖坐在这边听，被他转化，他这样生命有意义了，对不对？我常给他们说，你们在山上啊，念给自己听，啊，那你到五浊恶世啊。哇，就像在监狱一样，念给他们听，这个有意义啊！就像各位只会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以前去监狱打佛七，我带他们去，你只要会念阿弥陀佛就好了，他就跟你念，我们就做好一点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他们就来念了啊！所以我们前面一排都是居士，男居士要女，大家就做得很好，阿弥陀佛，后面就开始学了。所以我想各位，哦，原来佛法没有高啊，没有低啊，他们觉得这样念佛很有意义，在家里念佛打瞌睡，到监狱念佛都不会睡啊，因为有人被我们影响嘛，啊，这个叫大乘的根基，有人被你影响你就很认真啊，就不一样了。所以我想大乘佛教就适合我们这种特别华人，这种不甘寂寞的一堆人啊，喜欢表现自我的一堆人，但是呢，透过这个把它转化，去影响别人呢，因为把自己庄严好，就像我师父常讲，各位我坐在上面，我都很认真啊，在读，然后观修我也很认真，我也可以影响别人，啊，那各位了解这个道理，我们时时刻刻透过各种方法去影响别人。那我想讲这些，就是说，事实上我们在新加坡也好，我们台湾，大家还有一点福报。但是你到外面去看会觉得他们很可怜，但是也很淳朴，但是因为这样佛法就很深入，他们信仰很单纯，但是借这个机会我想都跟他们结缘啊，就像在泰国清莱的部分我们如意法师那边帮忙，然后呢当然在曼谷部分我们也有一个协会啊，那边多在曼谷多一点，就是对动物的关怀，施食啊、超度啊，做烟供啊，用
各种方法。那因为我们既然讲菩提心，那我们就要对整个，虽然讲法界，但是眼前这个世界啊，所以可以做什么，那就尽量去做。所以各位听我们这样说，就是说我们的出家人他的生命力，既然出家了，那整个生命力就是在服务众生啊。所以我每天都拿个牌位，我就会给念念念念，全部给他念一遍，我自己也随喜一遍啊。然后呢，我发觉这样就好像很容易超度啊，很容易对方会给我打电话说，哎，现在不痛了，现在好了。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功德力的啊，除了佛力，再加上这个功德力啊，那对我们的内心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我们在斯里兰卡那时候也有成立，刚刚讲的就是未婚妈妈的希望之家啊。那现在第二个方法是因为当地的环境，如果我们直接成立有时候很麻烦的话，就是说就像战士法去接触他们比较端正的需要帮忙的端正，就直接护持他们就好了，以当地人的方法。那我们只要出钱，但是你要了解他，他们做得很正啊，所以透过当地人的了解，那这样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爱心呢融入在更多的地方。所以我们法国有慈悲协会，德国有慈悲协会，匈牙利、英国、加拿大各地方都有慈悲协会。所以我在这边我也跟雪莉鼓励了，我们新加坡还是可以帮忙很多很多的。特别昨天谈的就是说希望大家去学老人关怀，老人学了有一点技术，甚至这边拿一个执照最好，再加上佛法，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直接去老人院关怀啊。当然将来因缘成熟的话，学历说那找个地方办一个日间老人院啊，至少他们白天来晚上回去，跟我们万佛寺也有啊。所以各位，我们还没有成立呢，所以你先送到万佛林好了白天晚上回去，那最主要是给他佛法啊，他懂得在临终之前懂得念佛，懂得忏悔，少病少苦，得生净土啊。我想这个是每个人都要走的那一步吧。但是现在这个老人问题已经变成世界问题，所以也因为如此，我们懂了佛法，老人院到处都有，西方国家我到日本多的是。但是如何让他们这些人员懂得佛法，用佛法来照顾这个老人，那才是少病少苦，所以就可以减低很多不必要的痛苦啊、气切啊那些痛苦，然后懂得念佛，懂得忏悔。所以我想关心别人也是面对自己的问题，你也可以超越自己的问题。所以利用今天晚上跟各位谈了很多实际的问题啊，那我想各位在周遭左右有很多实际的问题你要去关怀的啊。对方的小朋友虽然环境很好，然后呢不好教，或夫妻关系不好，各位你一定要参与，你不能说啊这个跟我没关系啊，多给他回向，有机会跟他讲话，告诉他们夫妻相处的方法、儿女教育的方法、照顾老人的方法。甚至很多老人对儿女、对媳妇不甘愿、抱怨啊，所以那你要用什么样佛法的观因果观？所以这些各位都要主动关怀，而不是说你要会才会去关怀，就是我不会，我要想办法，那么跟他回向，去找答案，请求诸佛菩萨加持，因为这就是你的功课啊。所以文殊菩萨讲了，因缘就是老师了，被你听到、被你看到、被你知道。所以现在有很多医院认识我，他们只要有往生者就传给我，英国的、美国的，我的手机要念到天亮啊啊，所以要帮忙帮忙啊，把手机也转给你，英国的给你念，美国的给你念，大陆的还得了，念不完啊啊。那我这个人又热心，我想说知道了就是妈妈，我要写牌位啊、超度啊、念啊，我都念到沙哑啊，所以牌位越来越多，但是就越来越努力。但是我认为都是缘分了，因为我认为找得到我的都跟我有缘，不然找不到我啊。但是我尽力就好，但是我认为尽力也不会，反正都是因缘排得好好的啊，一切都会好，但是就是尽力就好。当然如果能够把佛法这么好，但是跟我有缘的不多，但是各位你要透过你的缘把佛法给他们，因为他们又老又病。